press 就是像。我们今天做30克咖啡粉加60克的水，这个 air press 就是像蒸桶一样加压，然后就会有 espresso。 OK， 好，倒过来，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再把它 tear， 让它变零。好，我们现在加30克的粉哦。不要加太多。不要加太多，对。哎呀，慢慢的。好，现在18了。这个妈妈是，18。
我不要喝，因为我不要喝红苦。对呀、啊，小朋友不能喝。那这个下去也可以喝。十八岁才能喝。哦，这个十八岁。十八岁才能喝，你现在三岁了。没。好了。嗯。啊，我不要这个。对，那你自己就自己拿。大小的。我不要啊。是那个比较皮。你又是这个饺子皮。肉馅做好喽，好，来打开水饺皮。嗯，哇，这打不开啦。我还没吃，又有点密集恐惧症，完蛋！好吃，哦，真的好吃哎！妈妈，你们是手艺高的。嗯，好吃，皮好薄、哦。焦虑二是笔吗？哦，是笔耶！我现在西雅图的日本超市，然后它旁边有个书店，超多可爱的东西。其实今天我是来买这个笔，这个笔就是它写都不会就是透到背后，就很棒。挑一下，就挑这两个颜色，一个是 blue， 一个是 brown。哦，这个笔真的是写日历还是写 schedule 都超棒。这个是我常常看到这个牌子的刺青贴纸，就感觉它的设计比较不会太孩子气这样。百合好香，大家看看沙拉吧。有什么呢？这水果都超甜的，新鲜。
个香味超香。手工香皂，超重香味的，闻、起来这个是 apple cider， 这个系列果干超好吃。想吃来啊，切一切啦、先给妈妈拍照。妈妈，不要掉，只加一点点会比较香。哇，好，你就拿。冰冰，炸鱿鱼，是炸鱿鱼吗？我觉得这个番茄酱特别好吃，不会太酸。我觉得它这个是真的纯产的番茄酱，对，就是没有那么人工的味道。我们enjoy。Thank you。我感觉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对啊，小朋友盘还有水果哎。哇，这个也很精致哎。这个是牛排跟什么？炸虾。大虾，大虾。然后我点的是 fish and chips， 就是鱼跟薯条。剖面图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其实炸皮蛮厚的，你看鱼非常新鲜。哦，这个分量太多了。大家都没有吃完。虾好，好好吃啊，很温馨。有时候来一种老式的，对。